看看这群魔乱舞，在这个里边暖和，他就开始群魔乱舞了。12只小狗群魔乱舞，二打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你看小四啊，我躺在底下，就那样还反嘴咬人家呢。啊可以哈，轻，高一点就清晰了啊。哎呦呦！追上去了都，小黑点的耳朵都立起来了。嗯。乱了，乱了，乱了，乱套了。红窝的也打起来了，指不定谁咬谁呢。你看，一公一母，他俩也打。呀呀呀！他俩咬人家自己。啊，他抱着人家在打了。操人家身上了！哎呦妈呀，罗维娜，但是真急了之后，小斯坦不是个现在。啊！咬他，小罗咬他！你看这小黑点多漂亮，这小黑点，你看看，小黑点越来越长得漂亮。你看他俩，你看他俩多漂亮，你看他俩。这个小斯塔夫会蹦，跟兔子似的，你知道吧？一跳就跳过去了，灵活度很高。还有那个兔妹黄小母，还有这个小公，你看都很凶。买猪棒骨，哎，那个可以。小玛呀！人家恨着了，混战啊，大混战，12只小狗大混战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停一会儿，停一会儿，停一会儿。哎呀妈呀，太闹腾了！你看看，7只斯塔夫围猎5只罗伊娜，你们说是罗伊娜厉害还是斯塔夫厉害？就此时此刻，你们就现场看他们谁厉害？你们说？等会儿肚子要饿了，其实今天罗伊娜肚子不大，你看见没？搁他们在一块儿吃小，罗伊娜吃的少，都厉害。罗伊娜吃的少。嗯。明天要整大桃子的话，给他们加量，不能太少了。这小白公，小白公这多好啊！半斤八两，半斤八两。这大白公多好看是吧？他俩一比，嗯，大白公的那个头比较厚，嗯，能看着跟闪电跟那个海盗差不多。对，大的。你现在这一窝里边谁爱找事？小黑点，小黑点最爱找事。这个家伙你，还有那个就是他，就这小公，他也爱找事，你知道吗？海盗眼小公也爱找事儿。你俩别在这摆姿势了，赶紧让，让小黑点在这耍一会儿。你看今天礼拜一到礼拜三的时候，天气温度就暖和了。暖和了就让你们出去玩啊！出去跑龙玩，跑龙还热闹一些。这下玩意儿，小黑点迟早要被群殴。小黑点到处挑衅，看吧，现在最厉害的就里边这小黑点了，最爱找事儿的，太招摇是吧？你过来了，小黑点。你看看，小黑点头版越长越漂亮了。走吧。哎呀妈呀，这一阵闹哄，你说。